把固体装上去，然后在釜口涂上真空纸，把搅拌棒穿进去，然后把盖子盖上，转一下，让真空纸充分均匀，然后把瓶口压盖上盖盖上去。四条螺丝对齐，垫上垫片，用黑色胶木首轮锁紧。固定紧，然后测温管，涂上真空纸，放进测温孔。恒压漏斗。插进恒压漏斗口，上面的空心塞放上去，放气阀放进多功能口。
冷凝器。冷凝器插入冷凝口，抽头，抽气弯头，插入冷凝器顶端的抽气口。调速器插上去，冷凝器用冷凝器卡子固定。用冷凝器卡子固定，螺丝穿上去。调整位置，把后面的首轮锁紧，装上去。然后把这个调整位置的套调整到合适的位置，万向节和搅拌棒连接好，然后把固定电机下面的调整套和电机固定夹上紧。丙烯顶紧。然后，万向节和搅拌桨连接起来，用顶丝把顶丝顶紧。然后装调速器。把下面的顶丝锁紧，后面的真空管连好，一头连在冷凝器顶端，一头连接真空表。这个真空表这个口连真空泵，然后插上电源就可以了。